大哥，大哥呀，精神精神呢？对吧，这不邻居小雨吗？干啥来了？那个，我有个事儿求你。啊，啥事儿啊？我家那灯泡儿不亮了，麻烦你给我看看去呗。啊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走吧。嗯，好嘞。哎呀，这风太大了。谢谢你，大哥。没事儿，以后有事吱声啊，都邻里邻居的。好嘞。啊，慢走，大哥啊。啊，好。大哥真是好人呐！大哥，呀，过来了，小雨啊！啊，忙着呢。啊，又咋的了？那啥，我家那个马桶堵了，你说我也不会整啊，还得麻烦你给我去看看去。马桶堵了？啊啊，那没事儿，走吧。啊，走吧，走。哎。那啥，大妹子，我先走了啊。麻烦你了，大哥啊。没事儿，那往后吧。别啥玩意儿都往那个马桶里头扔啊！啊，那我记住了，下回往垃圾桶扔。啊，慢走，大哥啊！古大哥，呀，老妹儿，你干啥去？那个我找你来了。找我干啥？我那啥，那个老李大娘，他家那啥，说是井不咋好使了，我就帮收拾收拾。等会儿再收拾呗。咋了？那个我还有事麻烦你。啥事儿啊？不咋好意思说、啊，那有啥不好意思说的、啊？我家那炕塌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啥玩意儿？炕塌了？嗯，我寻思让你帮我修修去呢。不，那你老公是干啥的？炕塌了都还不会修吗？你净闹，我哪来老公啊？我不自己一人吗？你单身呐？那你这小姑娘长得也挺好看的，那咋的？你是都相不中啊？嗯呐，我这眼光比较高，就一般相中我的吧，我都看不上。哎呀，差不多少得了。你老挑啥呀？咱说你就是看中一个小伙吧，你瞅着差不多就结婚得了呗。要不你说你这得三番五次老麻烦我。那个大哥，你是不是也单身呢？我单身呢。你看我这老麻烦你，要不真的呗，那个咱俩凑合过呗，省得以后老麻烦你了。你没诓我吧？没有，我瞅你人挺好的，还老实还本分，还啥都会修，多好啊。那也行啊，哎呀妈呀妈，那也行啊，那走吧，那咱回家吧。啊，走吧。那、啊、回家修炕去。Hello 啊。妈，你谁呀？咋进来的呀？你好。你谁呀？我自我介绍一下啦，我是你的老公，好朋友。啥玩意儿？老公好朋友？你哪的方言呢？广东的嘞。广东的，我老公是在广东打工，都十七八年了。你说我更没见过他朋友，你咋能证明你是他朋友啊？你叫许小雨的啦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不就对上号了吗？不是，那你来干啥来了？到底啊？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？啥消息啊？还有一个坏消息。这说话大喘气儿了，咋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赶紧说。你是想听好消息还是想听坏消息？坏的。坏消息就是你老公在外面又有个女人。我咋真不信呢？你这听听好消息吗？啥好消息啊？好消息就是你老公和那个女的生个龙凤胎。你肯定是骗的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我呢一没钱二没财的，你赶紧该干啥去，听听，你别管霍霍啊。我也不图财也不图钱，我就来图你这个人。不，你有病吗你啊？啊，人家俗话说得好，朋友妻不可欺，你这是不客气，你这是要啊？朋友不在我就得大大方方的嘛。滚犊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就这些年就像你这种的我打跑十七八个了，你信不信我揍你啊？你看你这小暴脾气，我咋这么得意呢？不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干啥来了？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。你别给我兜圈，你听没听见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，你听没听见？我除非我老公亲口跟我说。你怎么能不信呢？他都有孕了。哎呦，那咱俩这在一起不也挺好的吗？是吗？那可不是咋的。敢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呢？啊，干啥呀？好火眼的。啥意思啊？逗我玩呢？啥呀？还想试探试探我呗？啊，不是，我寻思我这老些年一直没给家，我寻思我看你对我有没有二心？还二心呢？我跟你说，就你那脑瓜子，你知道不？就你套我麻袋，我都认出你来。打一进门，我瞅你，我就不对劲儿。这家还试探我来了，把你能耐的。那个想不想我呀？死鬼，赶紧的，上炕。啊，好嘞。滚，撒尿来。不
不是你干啥呀？啥玩意儿干啥？我告诉你，咱俩已经离婚了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我走我的，独木桥你走延宽道，去去去，赶紧走，去去。不是，哎，那啥，我这是商量点事儿，你叫我在住最后一宿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。好歹夫妻一场，让我再住最后一宿，就一宿啊？啊，行，那啥，那你进去住去吧，我上我妈家住去。不是，那也行，主动张回娘家住的太好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不对劲儿啊，不他上着离婚的吗？还要住一宿，肯定有猫腻儿。干啥呢？藏哪呢？啥没藏啊？当我瞎是不是？拿出来。不是，你看你，哎呀，那啥，你这不是先送给你吧？你先走了吧。你往哪儿走？啊，往哪儿走？别以为我瞎没看着啊！当我拿出来。啥呀？还啥啊？明晃晃我看着了。啥玩意儿啊？藏哪儿了？藏啥呀？这啥？妈，这不银行卡吗？知道银行卡呀？啊，里边多钱？没有钱。没钱是不是？干啥呀？哎，干啥呀？那是啊。哎，你好，我想查一下这个尾数是1474，卡里多少钱？啊，行，好嘞。解释解释吧。啊，有20万，哪来钱？挣的呗。还挣的？你挣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吗？啊，是不是4万钱呢？这是能咋的吧？哎呦我去，还能咋的？啊，住一宿合着就为了这20万呗，是不是？那你这我钱我凭啥不回酒啊？这是夫妻共有财产，明白不？没离婚之前20万有咱俩一人一半，既然你私藏了，钱都是我的了。行了，滚蛋吧。啥话呢？啥叫啥话呀？啊，你要当初告诉我，哎，我可能分你10万。既然你没告诉我，让我发现了，那都是我的了。你这话不能这么唠，你知道不？就我不回来拿的话，你是不是你也不知道这个钱？现在不好使了。当初不你要提离婚的吗？啊，房都给我了，钱都给我了，你净身出户，完了这20万咋的出来了？那这么的呗，咱俩不离了。你说不离就不离，你说离就离呀。别老拿婚姻当儿戏，对不对？还是对付过吧。你再咋不地的话，也还是原配好。你这半路到一起呢，咋整的？就抻点劲。暂时先让我冷静冷静。别冷静了，越冷越淡。不行的话呢，我再搁这住一宿，行不行？再住啊？哎，你再住是不是还能够整出20万了呀？那我不住了，那你搁家住行不行？行，去。跪直溜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跪那能睡着了啊？心可真大，敢给我藏4房钱啊？你这胆儿也大是不是？那不是我故意藏的。啥玩意儿不故意的啊？说吧，藏的4房钱打算给哪个小妖精花呀？给谁花？给哪个妖精花？不，咱穿越了啊？你跟我俩玩啥呢？啊，聊斋呀。我看你今天就想一直跪着了呗，是不是？你说啥都是啥，听你的。嘴里一实话都没有，你说吧，想不想起来了？今天想起来。你这样吧，我给你出3题，你要能答上来你就起来，你要答不上来你就给我搁这跪着。没有问题。你说一个人他得左脚踩在鸡蛋上，但为啥这鸡蛋没碎呢？假踩呗。不对。金蛋。不对。那是因为他左脚没着地儿。我说的是左脚踩鸡蛋上了啊。左脚踩鸡蛋上了，那右脚着地儿了，算你答对了啊。来听2题啊。你说有个人啊，他呢摸胳膊胳膊疼，摸腿腿疼，摸脑袋脑袋疼，摸哪哪疼，你说为啥呢？他阳了，浑身疼，他还得发烧。你发烧你没摸哪哪疼啊？我那人我没发烧啊，那咱我浑身我骨头节都疼啊，不是那给我疼的。不对。那咋的了？因为他手骨折了，你看啊，摸胳膊，哎呀妈，手疼；摸腿，哎妈妈，手疼；摸脑袋，哎妈妈，手疼。明白没？再给我次机会。行。3题，你说什么帽子他不能戴？朱石帽。演小品是不是啊？算你答对1个题，搁这跪的啊，跪1小时。不是，哎，我这题答没答对呀？哎，啥帽不能戴呀？啥帽不能戴呀？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哎呦，这打工10来年没回来了。呀，
这院是我家呀，这还有个女的呀。哎，你谁呀？你是干啥的呀？你上来就问我干啥，你是干啥的呀？那个，我现在我有点拿不准这家到底是谁家。我问一下子，这是老骨头他家不？啊，是啊，我是老骨头儿媳妇儿。啊，老骨头儿媳妇儿，我得有私生子了。捣鼓啥呢？搁这会儿啊？你说你是谁？我是老骨头他儿媳妇儿。他儿子叫啥名啊？骨老嘎子呀。我叫骨老嘎子呀。哎呦，我老公咋才回来呢？我都想死你了，老公啊！不是，哎，你等会儿，等准称呢！我的妈，我这都十多年没在这家待着了，我怎么人回来还整个媳妇呢？你看看这事儿吧，我得给你从头讲起。以前你家不是个草房吗？完了呢，你走后的第二年，一场大火就烧没了。你是放火的那人，完了让我爹给你抓住了，完了就给我当媳妇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哎我的妈！我要放火那人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我得搁里边待着，能搁这儿吗？是啥？就是你一把火不没了吗？完我瞅你爹怪可怜的，我寻思我就给他盖个房嘛。完了他就为了感谢我说的，你看这房他一人住也是住，就真的就寻思把我嫁给你了。哎妈，有点懵，不是现在就你是我媳妇了？啊，对呀。我就那比较诧异是啥？不是你要盖房，你盖个好点儿，你说那房盖都有点塌腰了都啊！我这不是手里没那些钱吗？不是，那也行啊，那我也得记一点你这好啊，那个，哎，那什么，你盖这房花多少钱呢？那个花的不是我钱，我前夫们的钱。啊？前夫们的钱？不，你一共多少个前夫啊？你算呗，二十结婚，二十一个，二十二一个，二十三一个，二十四一个，二十五一个，二十六一个，二十七、二十八一个，八个。哎呦我的妈！八个一年一个，哎呦妈，这我得飞鞭子了。哎，你干啥去？哎，老公，你干啥去？老公，不是你一天天的搁这嘎达一趴趴的，除了吃就是喝，要么就是睡。我一天花500块钱雇你干啥的呀？不雇我给你当女友吗？不雇我逗你爸妈开心吗？你逗我爸妈开心，我爸妈也没开心呢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赶紧走。拉倒，不顾了。嘿，我的妈！你说不顾就不顾啊？合同搁那嘎呢？我跟你说，合约没满，你知道不？你要没满，提前解约的话，来给我那个违约金。啥违约金呢？合同上说好了，你一共雇我一个月30天，1500。你现在才第10天，你就不想雇我了？你不得给我违约金吗？我给你屁老鸭违约金呢？你天天你就这样，哪怕你帮我干点活也行啊。你雇我的时候可没提干活的事儿啊。再说了，你当时就跟我说啊，只要你假扮我女朋友，回家逗我爸妈开心就行。你也没提干活的事啊，你再说干活得加钱，咋的？得加钱，咱不说好1500吗？你要干活还得加500，就是1天1000块钱。我咋的？你镶钻了？你这么值钱呢？你别管我镶不镶钻的，行情就这样式的呀，现在人工都贵呀。你别整那没有用的啊，10天正常是5000块钱对吧？你这么的，我给你6000，你走得了，来，我扫过去。哎妈呀，咋的呀？你说雇我来啊，我就来；你让我走，我就走啊。我干啥的我呀？不是，你现在这问题是啥？你说你搁这嘎了，你一天我花1000块钱，完之后你啊，我雇你上那帮我吃吃喝喝来了，我啥我也捞不着啊，我呀。你咋没捞着呢啊？我就问你，你爸妈乐不乐呵吧？啊，这领个女朋友啊，这么好，多乐呵啊！你管乐呵乐呵，我不没占着便宜吗？我呀，嘿，我的妈，你还想占便宜呢啊？1天就500块钱，你做梦呢你啊？你就唠叨屁嗑，我唱歌的话200块钱能陪我一宿。你废话，陪你能陪你爸妈唠嗑去？这都没有用的一天。我告诉你啊，这1000块钱一天我指定是不能给你，就10天给你6000块钱，干不干？不干我再给你加1000，7000，行不行？赶紧走。不好使。不是，那咋的能好使啊？咱不说好了吗？1天1000，还有20天，这就是两。啊，不对，1天1000，20天，这是20000块钱，20000块钱再加之前的5000，25000。哎呦我的妈，这25000都够我玩一年的了。不是，你要那么的，我报警了。妈呀，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不是你能不能别喊我妈？你这事儿要整漏兜子漏坏菜了。那你看你给不给钱吧？行。完你还得好吃好喝供着我。啊，行。我今晚想吃那个大鹅，把那鹅给我炖了。那行，去吧。晚上我请你吃鸡都行啊，大鹅呢？骗子，大骗子！你说谁骗子呢？啊，
咱俩才刚见面，我咋骗你了？还咋骗我了？李阿姨给我那小照片看的哦，你是尖嘴猴腮的，双眼爆皮的。哎，你瞅这本人啊，这啥脸型啊？转盘吗？这不是啊？肤浅，还转盘？我这叫旺夫脸，我跟你说，老招人稀罕了，今天最流行的。别给我整那没有用的，直奔主题吧。人家啥条件呢？还我家啥条件？说了吓死你！妈呀！哎，你说说，我看能不能吓着我。我爹，村长，我家市里有四套房子，两个门市，哎，还有个大别墅，车呢有五六七八辆吧。你爹没少贪呢。你会不会唠嗑？会不会唠嗑？你爹才贪呢。哎，你爹是不是快进局子了？啥玩意儿进局的呀？你以为我家开酒店的呢？我还进苹果呢。别说长得没有用的，就以后咱俩结婚的话，你爹能不能给咱买个别墅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提到结婚了啊，咱俩才刚见面相亲呢，你干啥呢你啊？一步到位呀我。那你这玩意儿你不得唠吗？唠明白的吗？这玩意儿啊，这不是正个账吗？唠不唠明白的，我相中你算呢。你相不相中我的话，不是在于咱俩沟通吗？不，这是咱俩唠吗？对不对？你家啥条件呢？我家条件，在这屯子那是数一数二的，知道吗？养猪专业户。哎呀，现在我就发现了啊，只要你养一头猪就专业户。你家养几头啊？养几头？我说说能吓死你。呦呦呦呦，还吓死我，说说吧。一个老母猪带十个猪羔子，狠不狠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就这点玩意儿还好意思显摆呢。得，我看你这样式的呀，也不像有钱样，你真的吧。那个说说你啥学历呀？我这人吧比较注重智商，智商高的哎我才能看得上。我啥学历？本科。本科？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呀？加里顿大学。咋的呀？巴勒图卡系的呀？那对，没毛病，巴勒图卡系的。你别管我咋地，我智商绝对够用。你别光说呀，你这样我出题考考你吧。还出一道题考考我？你就出十道题都行啊，快点的吧。问，下雨天什么时候水往上流？你有病吗？那下雨天呢，那雨一直它得往下淌，怎么能往上流呢？常言说得好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我就发现你啊，哎，上来要么说我是骗子，要么说我有病的。咋的？你是大夫你啊？你就啥你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就这题能答不出来，呸吧你！哎呀，你再吐我一个！哎，大娘，大娘，打什么大？你瞎呀啊？咋的？是人你都叫娘啊？你脾气这么大呢？这不是尊称吗？还尊称？要我说你就是瞎，那眼珠跟肚脐眼似的，喘气儿的啊！你哪个看我岁数大了？不是，我这尊称尊称的呢。那我跟你叫大姐。要我说你这人不会唠嗑，你长得比我老，管谁叫大姐呢啊？往年轻点叫啊。年轻点叫的那你认为我怎么叫的话，你才能满意呢？你可以叫我小仙女儿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么的吧，哎呦，再给你叫个尊称，大孙女。大孙女。你还大孙女？你全家都大孙女，有病吧你？我干啥呢？干啥呢啊？咋的了？恶心着你了？呛。那老妹儿行吗？行。打那个道上哪儿去？那吴老二家咱走。看着没？往前走20亩就到了。不是，人家都是论理，你这咋论母呢？我跟你俩讲理，你说得明白吗？啊，你听得懂吗？你咋听不懂呢？你就说多少里，怎么走，这多少米就完了呗。从这儿，简直走到头右转，到头右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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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就到了。哦，不是，那这不是个圈儿吗？啊，对呀，他家就搁圈中间呢。啥玩意儿就搁圈中间呢？啥？听不明白话，就在这圈中间，圈里头呢。啊，那我听明白了。哎，你上他家干啥去？那啥，他把他闺女介绍给我了，那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介绍给你瞎眼了这是。啥话呢？这满脸褶了，谢大娘。谢你大爷，我跟你说，就你这样式的啊，我祝你单身一辈子，这辈子当光棍，啥你也不是。呸！哎呀妈，打一宿麻将累死我了，哎呀妈。这死老娘们打一宿麻将才回来，还装死吓不吓？哎呦我的妈！老公啊，赶紧给我做点饭，饿了。哎，嘎呢？哎，咋的了？妈呀！哎妈，没气儿了？
妈，老公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死的好惨呐、啊！你咋说没就没了呢？扔下我自己可咋活呀，老公啊，老公，老公，真死了！死的真是时候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小王啊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！啊，我老公嘎一下死了，我真死了！你咋不相信我呢？啊？要的试试啊，那有啥好试的，你说呀，你看真没气儿了，我一会儿吧我就挖坑我给他埋上，完你呢就该过来就过来啊，带点被窝褥子啥的啊，带点洗漱品，嗯呢你放心吧，我跟你说这房子我跟你说我老公没就都我的了啊，咱一起过呗，你咋还不相信我呢，你图图啥玩意儿呢，你说你啊，我告诉你没了没了的呢，你这要我再看一眼呢啊，那行我再看一眼。别人哪去了？这是、啊，藏起来了。哎呦，哎呦妈，诈尸了！行啊，小算盘打得不错呀！啊，没有，老公，我说我逗你玩呢，你信不信？你说我信不信？啊？妈，老公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妈，给地扫了。好嘞。整挺快呀，老嘎子！哎妈呀，干啥来了，嫂子？这不是看你没吃饭的吗？给你送点零食。有事儿啊，嫂子？嗯呐，是有点事儿。这不是那啥吗？我闺女，你那小侄女，这不上幼儿园了吗？要交学费了，我手里差点钱。你看你宽抽借我点呗。哎妈，我这哪宽抽啊？就你看，我准备把这小院好好的打造一下子嘛。这不刚整个凉亭，这凉亭这花了我10000来块钱呢。那你侄女上学要紧呢，你多少得借点啊。关键是我现在我就钱都花了，我这房子都准备要把它扒了重盖呢。那你看你还是不差钱。不是，钱都已经都花出去了，就都给人家了，料啥的就都备完了。啊，那你看管别人再借借呢。那我咋好意思我管别人借呀。那你看嫂子开的口，你不能一分不拿让我回去吧。再说零食你都收了。哎呦我的妈。你这不行，你拿回去呢。买都买了你就吃吧。不是，那得用多少钱呢？那个也不多、啊，3000块钱。3000呢？啊，那啥，你就找我哥要呗。你拉倒吧，你哥搁外地是怕我回不来呀。你这咋整？这还着急要呢，要不然这学不让上了，你说。不行，我给你出几个题呢。出题啊？啊，你答案我给你呗。啊，来吧。说，什么时候有人敲门，你绝对不会说请进。那不对呀、啊，那谁敲门不得请进吗？哪有这时候啊？不，你好好想想啊！来，小偷，那小偷敲门，我肯定不能让进来呀。什么小偷？不对啊！上厕所的时候，那我正搁上呢，我能让他进来上吗？是不是？整挺明白呀，是吧？那个钱能借我了不？不是，那还有一道题呢。嗯，快点的吧，来，说什么事儿？天知地不知，你不知我知。妈，你知道这钱我不是给你侄女交学费呀、啊？你看我这不是手欠吗？玩两把完了，输了。你说他说800回呢，你刚刚你少玩呢，就不信话呢。我哥在外边打工，还说那么容易呢。不，那你先赶紧应急呀、啊！你说，要不然你这债主找上门咋整啊？你说呀？最后一次啊！嗯呐，保定最后一次。走吧，跟我进屋求求。那要说害的是你，哎呀，谁的亲戚？姐夫，干呢？啊，我练武呢。练那玩意干呀？我练完之后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你姐再也就打不着我了。你可拉拉吧！哎呀妈呀，一天天净扯犊子，搁这嘎达。不信你看，你能打住我来？哎呀妈，打不着吗？不是，没开始呢吗？完事儿了。干啥来了？那啥，我这脖子摔落枕了吗？你给我拿1000块钱，我去按个摩去。我给你按就完了呗，姐夫。你拉倒吧，你这啥手啊？不行，快点的。没有。干啥就没有啊？我又不是不还你。咋的？我是你的小金库啊！一没钱就找姐夫要啊。那你看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吗？我都借你的，我都还了吗？不是吗？啥时候还了？没还吗？你上个月拿那2000块钱，你还了吗？ No。 啊，那你再借我1000，下个月起还你3000。你先把那2000还我，我再借你1000。那你先借我3000，我还你2000。咋的了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家伙没发现这脑瓜转这么快呢？真的，我考你道题来。啊，你考啊！问什么东西倒立了之后多一半？六，你倒立变成9了，你多一半吗？那不多1/3吗？那就六的一半不3吗？你啥脑袋呀？你这你能不能考我了？不考我考你。不对，再来一个。啊，你再说一个。那个说我家养了一条狗啊，半年没洗澡了啊，
问他为啥没生狮子。那狗就能生狗，生啥狮子呀？那生狮子那是啥玩意儿？那是人。然后我再给你次机会，我再考你一个啊！你再考一个。世界上什么洞最深？啥洞最深啊？黑洞啊？啥黑洞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就这时候，给你几次机会了？三次了吧？你这么的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啊，你来来来来，问，大象的左耳朵像什么？像右耳朵。哎呀妈呀，太简单了啊！啥玩意儿？左耳朵像右耳朵啊？那本来就是嘛，那左耳朵不像右，像啥呀？像你耳朵呀？那左右它能一样吗？那咋不一样呢？左耳它就像左耳朵。什么玩意儿？不对，你那出题有毛病。还有毛病？那我再给你问你一个最后一道题啊！啊，说什么东西经常回来，但是没有真正的来过？我三大爷，天天来一走就跟没来一样。不是你三大爷都没多少年了，你老提他干啥呀？那啥，你先把钱借我想说答案，我再找你了呗。借不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不借我就告我姐。那天晚上你干啥去了？哪天晚上啊？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，在小树林啊，是不是你？别把我偷摸喝酒那事告诉你姐啊！快点的啊！给你拿1000得了。好嘞，我走了，姐夫。没事，别来了。又能哪呢？又干啥去啊？我打麻将去呗。回来。干啥呀？一天总打麻将呢。那我不就好这口吗？好这口？那你咋不好干活呢？干活不有你呢吗？你要不要老爷们干啥呀？你净唠那没味儿的话。人都说嫁汉嫁汉，洗衣做饭。你说你这两样活你哪个你干了？人家还说了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再说了，啥话有味儿啊？粑粑有味儿，你吃去吧你。你说话这么臭呢？你刚吃完粑粑呀？谁让你不让我打麻将去了？再说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啊，一天不打麻将我心里就直发慌，两天不打麻将我觉都睡不香，这要三天不打麻将啊，我支气管都扩张了。哎呦妈呀，你四天不打麻将，你的腿还得静脉曲张呢。要我说老公啊，还是你懂我，那我玩去了啊。你玩啥玩啊？哎呀，不行啊，再我告诉你，再摸有个梨哦。梨有梨，你说的、哦、反正我跟你说，我活是你家人，死是你家鬼，跟你说就倒霉了半死不活，你得伺候我。你别长得没有用，我告诉你啊、哦、你今天要走出这趟街，这辈子都别回家了哈。我干啥不回家呀？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我跟你说，就我死了以后，我跟你说，你都得给我立个碑，还得写副对联，上联是惊天动地清一色，下联是含笑九泉杠上花，横批再来个一缺仨。哼，哎呦我的妈。你好，你好啊，我是跟你相亲的，我叫肖雨啊。啊，你好你好，我叫古老嘎子啊。这家伙的咋不正眼瞅我呢？啊，没事儿，那个你该说说你的，我能听见啊。那个有没有啥存款呢？存款有几位数啊？手指头查不过来。妈呀，上亿资产呢？啊妈，那这有钱，那个房啥也有吧？啊，房也有。多大平的？那个600多平。哎呦我，那你家车得多少辆啊？车的话就3辆车。那都啥价位的？那个也都不咋太贵，有个保姆专用的啊，那个就丰田埃尔法，再就是那个我爸和我妈一人开一个。啊，那个那你咋不开车呢？啊，我不愿意开。反正不愿意开车也行，你这条件正好，将来我给你当司机都行，是不是？你有驾驶证啊？你必须有啊。哈，那挺好。嗯，那个说半天了，那个你对我有没有啥要求啊？啊，我对你没啥要求。啊，没要求啊？啊，那你觉得我咋样啊？我觉得你挺好的。哈、啊、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呢。要不咱俩先处处看呢？那咱俩处处看也行。哎呀妈，要我说你眼光真高。就我妈啊，来之前好端埋汰我。就说我啥呢？啊，你就第二事我跟你说，你得皮改一改，要不然我跟你说瞎都看不上你，说多难听是不是？我认为你妈说的还是有点道理，是吗？啊，那个天真热，咱别搁这唠了呗。那个咱吃点啥去？那你想吃啥我请你。咱俩喝点冰咖啡啥的吧。啊，那走吧。啊，走吧。啊，走吧。啊，哎，对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咋的？你说啥？没事儿。哎呦妈，这真瞎呀，这是啊！走，我也认了。来来来，我扶你来。啊，没事儿。我这棍儿老准上了。是吗？啊。哎呀，啦啦啦啦啦！别动！哎，干呀？打劫呀！
不是大哥，你说你打劫打劫，那你提前告我一声啊，这吓我一跳。你说啥玩意儿？打劫了提前告你一声，提前告你一声，你还能奔这儿走了吗？也是哈，那大哥今儿个想劫财还是劫色呀？劫财啊！我寻思你劫色都准备好了，你关键这财吧，我没带钱，你今儿个啥玩意儿没带钱？没带钱你出什么门啊？我这不是手头有点紧吗？啥玩意儿手头有点紧呢？我给你松快松快呗。你非得劫财呀？啊，你换一个呗。那还有啥可劫的？比方说劫个色啥的。你老往那方面想什么？我是那人吗？你这不是纯粹的侮辱我们的职业道德吗？啊，那行吧，那个来吧。哎，干啥？干啥？你不要劫财吗？那劫财你要干啥呀？我拿钱呢。啊，那你拿吧。撞过去，别瞅啊。搁哪？我说拿呀。你这啊，哥，你别瞅啊。啊，不瞅不瞅不瞅。哎呀妈，这走哪去了？那个大哥，咱商量商量，你给我留200打车行不？啥玩意儿？给你留200打车呀？干呀？那玩意儿咱说劫财来了，我还能给你留点儿？那个，给我打个发票啊，完我回去好报销。我劫财了，是给你打什么发票啊？那你这玩意儿不得有来有往的吗？你说呀？啥玩意儿有来有往啊？咋的？你劫了这回，下回不劫了？我就干一嘴买卖，完能那老那啥吗？那你这不行，你得往长远想，你知不知道？咋的？你看我给你算笔账啊，比方说今天，哎，你从我这儿借500块钱，你给我打个发票，我是不是就能报销了？报销明天没准我还得出去走，还能揣500块钱，你说是不是这意思？哎，老妹儿，你说这有点道理。那对呗，我跟你说，我公司我干会计的，就你在我这儿，你要是整明白了，赶明我通知我那帮小同事啥的，哎，都从这儿走，那你不是刷刷刷不就来钱了吗？关键是我这出门也不带那个发票那个玩意儿啊。那你回去你准备整点呗，你不行我这有，要我给你打呢。你不用给我打了，我回去打去，明天我再给你送来呗。那不行，那个你得给我留点东西，你万一跑了呢？你看我跑啥？我挺大活人，我跑啥呀？那不行，你给我留个押金啥也行啊。我刚跟你说劫了500块钱，完我还给你留点押金还能？你留抵押也行，你和什么手机了？那也行，那手机也行，那给你。哎，对，完了这个就是抵押物，完等明天呢，你把发票给我带了吧，我还能给你钱，你明白不？那妥了，咱俩就一言为定了啊。那拉钩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来扣着。哎，好嘞，好了，那我就站地儿啊，明天下午2点吧，咱搁这儿集合。OK， 好嘞，再见。哎呀，这二傻的啊，500块钱买个手机，这手机好歹值个万八千的。哎呀，走了。